们的比拼派出的第一组选手是谁？杨老师。王小丽、孙丽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丽。我是孙丽蓉。春晚呢，对我们每个演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观众啊，老百姓啊，都期待这个春晚能开开心心的过个年，而且在这台晚会上能寻找到快乐。不对，我这脑袋没画过这个拐。这个都是演员梦寐以求参加的事儿。这次参加吧，不是我们俩，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师兄弟，竞争力也非常强。我们俩呢，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完成这个节目。马上就要上台了，咱俩就一个心态，别管他底下坐的是谁，咱就平常把排练那个感觉拿出来，喊出咱们口号：王小丽、孙丽蓉二人搭配肯定行，加油！老伴儿啊，啥呀喊呐？我回来了，看见你回来了。一天跟叫魂似的，老喊我干啥呀？瞅你一天出绝横丧，来你看看这个。勤算的你可真行，你说你就拉个肚子，上个医院拍片干啥呀？啊，那家没钱你不知道是咋的呀？一点也不会过日子，跟你说。没钱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先看看，我不看那玩意儿干啥？不看你得后悔。后啥悔呀？哎呀，老伴儿，瞅瞅。哎妈呀，这么大个阴影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这是长肝上呢还是长肺子上呢？这啥时候的事啊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呢？瞅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在后背上呢，这是背影。你后背都有了，那这人不都快完了吗？你咋不早跟我说呀，老头子呀？啥歪完了？这是假的。我去拍片的时候吧，我偷着在后背上整个1块钱硬币，你看这不1块钱吗？真是1块钱。这老头子你可真有闲心，你整这玩意干啥可呀？你还吓唬我是不是？刚才呀我都被吓唬一通了，你看看有点正事行不行啊？一天进了8个礼份子啊，你看看老刘家生孩子半满月，老张家儿子结婚，老康家上房梁，老李头3婚。最让我生气的是老公家他们家，你说老母猪生个猪崽子还办什么满月呀？啊！现在不都这样？这你随的啊，吃得起穿得起，就随礼随不起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算好了。8份礼咱往少打，1份200，28 1600，咱家就剩500块钱了啊。瞅我干啥？没有用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嚷嚷钱去吧，别扯闲的，还排个片儿有用吗？我为什么排这片儿？闲的都是。是这么个事儿，你说咱们两口子这些年别人家有事咱也没少去，谁家都没少随，你说咱家也没有啥事儿，我就寻思我装场病是不是？大伙知道我有病了，是不是都得来看看了？谁能空手来？我要装他一场大病，来这一场全村轰动的、天衣无缝的、差点要命的大病。行，大病吧，咱就得有个大样。这回我化化妆，你给赵老大、刘老二打电话啊、嗯，就说我有病了，严重让他来看看我。行，整个像点的，打电话那情感表达出来。啊，你放心吧，得往回收收礼的，要没头啊，随不起。哎呀，喂，老赵大哥呀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再来一趟吧，老亲头快不行了。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你就看不着这人了。不行，没事，我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啊，行，好，我等你，好。
来啊。整得好，整得好，不错吧？再写乎点，写乎点。我给刘老二打电话，整写乎点啊。你放心吧。喂，哎呀，刘老大呀，不行了！啊，不，不是你不行了，我们家老秦头快不行了啊！你快点来吧，没给医院给家呢，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这人你就看不着他了。啊，马上就来呀！好了。哎呀！哎呀嫂子，我哥怎么英年早逝呢？你说，哎呀，早啥逝？啊，那是中年夭折呀，那是。老赵啊，你别激动啊，人还有气儿，没死。啊？没死、你打电话说不行了，我说我快不行了，就证明啊非常严重，奄奄一息还有点气。你看你长得太吓人了，你啊病重了哈啊，那什么，这两朵小花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这是排片、哦、这么大的病毒、病根啊就在这儿呢，这哪儿，这儿啊、哦、都这儿呢、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别妈、哎、不，这病传染不，哎呀不传染、啊、你传染我不早传染了吗、不是你看他咳嗽那么严重，是不是肺有毛病啊、对，就是肺子的毛病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刚开始吧哈、一点一点咳嗽，后来呀就整宿那么咳嗽，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吐血呀！有一天呐，把肺子都吐出一口来，给我吓坏了！你说个咋整？别这样，我都笑老火了。嗯，那你咋没住院呢？哎呀，没有钱呗。哎呀，我这寻思呀，你们老哥俩感情最好。嗯，我第一时间呢给你打个电话。嗯，我寻我要不给你打电话呢，怕你挑我，我要给你打了，我就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，你打也白打，我兜里没钱。你说你没钱呢，你来了，你就拿两个小花。哎呀，你那个嫂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是不是啊，就来看看我哥呀，拿点钱拿点礼物，其实这都是小事儿。我觉得哈，解决老秦大哥后顾之忧，那才是大事儿啊。你看要是我们哥俩好呢，我一听说我大哥不行了，我马上把那古乐队丧葬一条龙全都给定好了。你没有这感情你能来吗？对不对？全定完了。那你不是你兜里没钱吗？我不是那个厚着脸皮跟人赊的吗？我告诉你嫂子，你们这事儿，哎呀，真是，你们这事儿办的严重的不守信用，是不是？行了，你赶紧就照顾他这个养病吧，我把那活儿给退了。那个老赵啊，你看你来了，别说别人没用，下回吧，你们有准了再给我信啊。起来吧，这老赵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到这一分钱也没花，哎，送给你一朵黄梅花，一会儿啊大点啊都成花圈了。这是你的哥们儿啊，以后啊少跟他在一起吃饭喝酒，我没用，跟你说。你可拉倒，人家不扔钱怨人家呀，啊，人家刚想给我扔钱，你给人吓过去了，又吐血又吐痱子，把心吐出来呗。妈呀，你跟我吵吵有用吗？你不跟我说邪乎点的吗？大车点的好，扔钱。邪乎，你这也太邪乎了啊！这家过不明白，全怨你。我告诉你，那怎么？拉倒吧，别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人来了不给扔钱，多磕碜！哎呀妈呀，把你能耐的！哎呀，你说不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赵老大是快嘴子，他知道了，全屯的人都知道了。
人别人来看你来，哎，你没病了，你咋好的？你打自个脸不是吗？啊？那咋整？咋整？还接着装呗？继续。啊。好的。嫂子，你可别哭了，你要一哭，我这眼睛也反潮啊呀！那怎么的？这病成这样的呢？嗯，有病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不都上老火了。哎呀，这咋戴个防毒面具呢？乱啊！哎呀，人家真的别起来了，戴这个喘气儿，云雾，云雾。你大喘气儿，云雾，你别捂缺氧了你啊！没事。不是这排片吗呀？那个排片了，不在这儿呢吗？就像一块钱的了。嗯。病毒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哎呀，一分钱都能憋倒英雄汉，这都一块钱这么大，这不得憋死啊！哎呀，好啊，我这嘴没味儿啊，就想吃那桃罐头。啊，想吃桃罐头没事儿，这不那个老刘来看你来了吗？啊，一会儿就有了啊，好好养病吧。你说咋整？嗯，就想吃那桃罐头。桃罐头？嗯，这怎么？你的手有毛病了？不是，你埋埋哪去你？哎呀，我明白，我来干啥来了？什么叫哥们好呢？对不对？这不就来救命来了吗？好哥们，关键时候你得出手啊！你不带点什么玩意儿，你让人笑话啊？是不是啊？看着没有，桃罐头湿了啊！好了，要命吧啊！一会儿就有了啊！哦，哎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这啥呀？这就是治老秦的病，这个药啊！啊，对症吗？什么对症？他只要不是魔症，啥症都症上了啊！你这个药有人吃过吗？别人有那口头福吗？啊，老秦不吃谁敢吃啊？厂家都买不出来呀！我跟你说，托人买托销的玩意儿，管用吗？管用啊！你不信，你是上兽医站问问去啊！啊不，药店，我这人兽两用的，这个人也用，兽是动物也用啊。这，你买一瓶搭十瓶，你告诉你，买十瓶搭二十瓶，绝对是好药。我买一百瓶。那你就得享受批发价呀，给你。老爸，让我滚，给我滚！不是，老秦大哥，我告诉你可别错主意，这药好啊，这是梁宏达给做的代言呢，我感觉。你别回答，你们要你了，你一般推销药，你就滚。这什么玩意儿是啊？卖假药？什么玩意儿？还跑我这搞推销来了？我就不信。就凭我这人缘，我还一分钱收不着了。有人给你送，一会儿啊，纸人纸马纸钱啊，都得给你送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瞅你那倒霉相，剩人家那媳妇儿啊，长得都是旺夫相，你这可倒好，克夫相。你说谁呢？啊，还我克夫相？你把你眼睛睁大，好好看看啊。我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耳大有轮，嘴大有唇。您那唇是不小，那我克服，你就照这个曲调，我告诉你。这咋出现这个事儿了？你说，这个生命啊，就像一堆豆腐渣，说散花就散花。你说这咋整？劫难顺便，没事，我能挺住。向遗体告别，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吧。化啥悲痛？这没死啊？啊，我这死了吗？哎。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回光返照呢？哎呀，反啥照啊！跟大光那个病重了，病重我没死，咋没上医院呢？哎呀，想上医院去，这兜里哪有钱呢？我愁坏了都，咋整啊？我兜倒是有500。哎呀，老三呢？
那你就比我强多了。是欠条。欠条。忘了吗？记性这么不好吗？像你们这种记性不好的人，时刻时刻我就得提醒着点呀。哎呀，那个老三呐，这回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去年呐，我还从你借500块钱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我这心里头啊，一直不得劲儿，我也没有钱给你。你看你兄弟病这样，有钱呢早就给你拿回去了。要真的吧，那个等我把我们家那个老母猪卖了，我把钱还给你，行不？不行。那实在不行，你就把那个老母猪赶走，就盯这账了，行不？更不行。你咋的行？你来干啥来了啊？我病这样，你不但不给我扔2个钱，你还拿借条来要钱来了，是人办事吗？你吵着啥？吵着啥？吵着啥你呀？啊！现在还钱天经地义，咱们该人家的都还给人家，人要钱不对吗？啊！要钱不得分啥时候吗？不啥啥？啊！我死了吗？我那欠着你的啊！这不别你讲不讲理你？你给我闭嘴！不要等会儿，你们这两口干啥呢？这是？你这什么人？这哎，快坐！你以为我来敲你要钱来了呢？啊？嗯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你们都误会了。你们家不欠我5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这是个欠条，我怕你们忘了，提醒提醒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老秦这不是有病了吗？你说我们哥们一回关系这么好，我不得来看看吗？我来看我能空手来吗？我不得随点钱吗？随钱吧，兜里还没有现金，我就寻思把那500块钱就那么地了，这个我也不要了，我把这欠条当你们俩的面就撕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人说话就算数，说撕就撕。你听点，我踏不起你的人情，把钱给我拿着，就剩500的，我还不到剩500的。还给我不欠你500块钱吗？啊，我给你。刚才你不说了吗？啊，我有病了，你来看看我，再给我500，是不扯平了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划过这个拐呢？这没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你这还有啥不明白的？老三呢？就这么回事，你把钱给我，也说不清楚。我们家是不是欠你500块钱呢？啊，好。把这钱呢还给你。哎，对，啊，方才你说了，你兄弟有病，你不想花500吗？啊，哎，就这么的。等会儿，我给你捋一下啊。你们家欠我500块钱，还我了，就是这500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我记住。先放着。我来看我大哥来了，我得给他随500，是不是？等会儿。这个事得这么办，这欠条得改一下哟。欠款人谢老三，看病随礼500元，我给你写的欠条啊。你那个别生气，老秦呐，病啊都从气上得的啊。你们俩保重，你。再见。谢老三，你什么玩意儿？行，秦算的呀，你真行啊！你算你来算你去啊，一分钱没收着，把500块钱都搭进去了，就怨你啊！哎呀，老秦头，你可不能有病啊，老秦头啊，这回真有病了，老秦头啊！来，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李小明，谢谢你。晚，好，欢迎您收看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第二季《本山选谁上春晚》。这是关于要钱的一个，是吧？小丽呢很辛苦，扮演了3个不同的角色，嗯、对不对？后面换装速度非常的快。这样，咱们先不听梁红达老师的点评，咱们先听听他的对手，另一位推荐人，我们赵文卓老师的点评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。欢迎。小品呢我就没演过，电影电视呢演过不少，对，我就从这个电影电视的角度来说这个小品的问题。嗯，好、啊、如果是在电影影视当中哈、啊、我会把这个病人的扮演者会更加的邪乎点，再比如说怎么样邪乎？就例如分三次，三次我有变化。
如果三次的话，第一次 OK 正常演没问题，第二次呢加一点东西，加什么呢？哎，面包渣混合着牛奶，它得吐出来。哦，邪乎了吧？第三种呢？弄点血浆了。弄点血浆是吧？血浆，邪乎点，这家鼻孔这嘴就完全穿血了。那岂不是真没了这个人？那不会啊，那这演戏嘛。演戏是吧？先含着点，咬着棉花，然后到针扎的时候一咬，咔出来了。啊，吐血是吧？对。梁宏达老师，您看看赵文卓老师都损成这样，不是，就是点评的已经过分到这样了，你有什么回击的吗？我得反驳一下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病人呢，李小明助演，没错，他来助演。助演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为了拖这两个演员上去，所以助演就不能抢戏。你说人俩在那演呢，你这会儿面包渣，这会儿都吐奶了，又吐血了，你这不抢戏了吗？这我意见不一样，助演可以帮助主演，助演越出彩，主演更出彩。他是那样，舞台艺术呢和影视剧艺术还不是太一样，尤其是躺到床上这位，他一定得老老实实的，这才能把王小利吐出来。所以我最后得给他们俩拉了票，就是这个作品你们要同意赵文卓说的，说他有毛病的，你们就可以举手，你看一个都没有吧。要说这作品好的不用举，全是对吧？您的推荐者用心良苦，是不 是？当然，您这你宅起来吧，行吗？这热，对，太难受了，冒汗了、哎。这样，香姐是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小品吗？当然，就是亲临现场的看是吗？我呀，我虽然没有演过小品，但是我看小品还真的看的挺多。那当然，因为主持的晚会比较多，同时呢，我们也经常看很多的晚会。两位老师的表演，我们经常也在电视里看，都是非常优秀的。这个观察员呢，这个导演跟我说过了，我代表观众的心声啊。今天现场有几位专家，你看赵老师对吧？德高望重在这儿，我哪敢点评啊？我呢就代表现场的这些观众们和粉丝们，我就听哪个小品的观众的掌声最热烈，对吧？笑声越多我这分越高，所以刚才这个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赵老师他一直在笑，一直在鼓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这个小品非常的优秀，我自己觉得很快乐。最后咱们的这个终极评审啊，本山老师，刚开始呢就是整个这个小品的整个结构，包括整个这个剧本，我看完之后挺兴奋，就是我想提一点表演的上。因为呢每个人呢，我发现咱们这帮学生现在演越演越大了，就是不太接地气的。这是一个农村发生的这么一个故事，说随礼，这是一个是一个东北很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。所以呢，你们在每一个人的表演缺细节，就是我一谈就谈到表演了，这个细节不真它就很难发酵，因为整个故事的整个结构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构，就包括小丽这个三次人物，第二个就应该又一个中年妇女出现，就是你嗑瓜子儿那个搁农村来了，这啥事儿病家？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就是把他这个人物呢，把你这个三次出现能够你区分开，而且呢，我不同意那些那个比较夸大的表演，这一旦夸大了呢就失真。一旦失真就缺乏喜剧效果，所以你普遍表演都有点大，希望把状态收到准为止。哎，梁老师，您现场给我们做一个示范，如果真是一个病人，他装病，他哼哼呀呀是怎样的一个状态？装病，那就是你看，哎呀，哎妈呀，哎呀呀！你只要有这几声，他观众就会给笑。好，谢谢本山老师。那这样吧，接下来咱们又请梁宏达老师为您这组选手来打分。好，已经交给我们工作人员了啊。那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王小丽和孙丽蓉，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谢谢二位。